造办。其中您站在尘埃纷飞的排版前，风尘仆仆的像个从唐朝走出来的书生，引来了豆腐王维。再燃烧。有时您如宋朝山水画中夺目而来的秀才，招来了陆游、李清照，教会了我们山重水复疑无路，柳暗花明又一村。您是不是从秦始皇手上逃出来的儒生，留得一座青山在，听了命的将自己燃烧，只为了点燃一盏又一盏爱中文的火苗。使出毕生的精力和武艺，将我们点石为金。而我们这片桃李，是朽木，是风雨，偶尔也是落网而逃的鱼。承诺是您的等待，罔顾您的焦虑，姗姗来迟，让您空守一世的。学生的挑衅，翘课无礼，不专心，排山倒海席卷你，都被你用光阴与爱情感化了这一曲不羁。后来我学会读你，用略读过目精读，读您的抱负，读您的热忱，读您不屈的骨气，读您为母语折腰的因为您没人敢当华文试卷的逃兵，由于您让一些对华文自暴自弃重燃信心，在您的面前我们不敢轻言放弃。告诉你，告诉每一个五月，我总会不经意难的。这么多年了，还亏欠您一句一句郑重的老师，谢谢您。